安全箱挑战赛第一期魔改 MP5。 大家好，我是柯金希，欢迎收看安全箱挑战赛第一期。先看挑战者留言，他说扶贫扫码好几次扫到但不是自己，没关系，我来找你，我会给挑战者准备标准六套，不需要你自己起装备。至于武器嘛，那必须得用顶配，本期我选择魔改 MP5， 所有能加的配件我全部都给他加上，穷什么不能穷武器哦。挑战者登场，看着我手里的 M4， 他可能以为这局稳了。其实真正的挑战武器还在我的背包里。开局刷新到了底片室，丢下包我就准备去自雷，结果大唐刷新的队伍直接冲到了近点，不管别的，我直接一颗手雷帮兄弟拖延时间。还好我开麦通知挑战者及时撤退，安全箱挑战赛只看击败目标数量，尽可能挑选及格就好。当挑战者掏出武器的那一刻，我是真没忍住。哎呀我的妈，我的妈，给我笑完了，兄弟们。太好玩了，最后子弹没了，他只能上近战，到了最后一个鸡哥倒在了一名特遣的面前。都说了是挑战赛，怎么可能没有难度呢？是不是？本次战绩挑战者击败7个目标，有实力的兄弟们等你来战。我的个天子，真难用啊，这个枪好玩好玩。